嗨，大家好，我是台湾扬旗乐团团长钟群波。我们这次非常高兴有机会可以参加苗北艺舞中心现场聆听《虚拟一个未来》这个节目。台湾扬旗乐团是以2002年成立以来，我们都一直以台湾的传统音乐因素为一个作曲的要点，来编写了非常多的乐曲来做我们演奏专用。然后呢，这次我们采用了《河边春梦》，就是1934年台湾的最有名的歌谣，到现在仍然是非常的流行，非常的好听。那我们用这首乐曲来做一个我们现场一定的演出的代表，来呈现我们台湾扬旗乐团演奏的美好的声音。谢谢。
我是台中室内合唱团的团长冯九珍，大家都叫我九珍姐姐。台中室内合唱团是今年唯一入选国艺会台湾 Top 1的非北部地区合唱团队，很高兴受苗北艺文中心的邀请，参与这场极具意义的“许你一个未来”线上音乐厅活动，有机会在这2020受疫情影响百业待兴的时刻，再次和全台艺文爱好者分享台中室内合唱团2015年首度跨领域创作的广播合唱音乐剧《诗歌人生》，借由结合戏剧、影像、摄影与合唱艺术，以崭新角度呈现艺术之美。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这段由台中室内合唱团 Chocolava 人声乐团2015年在台中中山堂的现场演出片段，谢谢。Oh,
们是台湾青年管乐团，我是副执行长谢婉萱。那这次很开心可以参加苗北艺文中心许你一个未来的线上剧场的计划。那这次影片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曲子是日本的全家便利商店的门铃，大盛况。那大盛况呢，其实是夏田和辉的作曲家改编的幻想曲。那大盛况的这个门铃声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家便利商店门铃。那这个大呢，就是蓬勃发展的意思，盛况呢，就是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功圆满。那虽然说现在在疫情期间没有办法跟大家在现场一起享受音乐，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音乐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想象。那祝大家一切顺利平安，谢谢。